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地接神州河山之南北浩气，四纳中华文明之千古精髓。这就是嵩山少林寺。少林武功以其刚健雄猛、轻盈矫捷的英勇气势，以他既无他念、性静神清的禅定素质。 成为我国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武术流派之一。少林武功始于南北朝，正是诞生于隋代以后。四僧们吸收了我国古代将士作战布阵及有效的自卫防身术，并把它们加在健身术内，形成单式动作练习。经过不断的演化，并逐步增加速式练习，形成了初步的少林武术。 随着朝代的起落，军队中有些将士与民间武士代役入寺出家，他们更进一步把佛家的禅修融合到自卫防身活动中去，扩展了少林武术，使少林武术由着力变巧劲，由健身到技击，从而正式产生并形成了少林武术。 如今，少林武术誉满全球，少林弟子遍布世界。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我们深入河南登封嵩山，寻找到许多年过花甲、身怀绝技的老拳师，挖掘整理出少林寺最为传统的拳种和套路，特别制作发行《正宗少林武术》系列教学片，真正体现出少林功夫的正宗性、传统性、 权威性、供广大武术爱好者学习、研练和收藏。刘振海生于1933年，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人。刘振海自幼随少林寺末代武僧释德根大师练武，苦学不辍，对少林、大小红拳、炮拳、子午鸳鸯钺、日月乾坤圈、 少林击爪连等造诣颇深，因此入选当代少林十佳拳师之一，并被收入中国武术人民词典，成为一代武术名家。70年代末，刘振海在登封市体委负责少林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。他收集了近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和珍贵稀有拳械图谱，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整理，出版了 少林拳棍刀械套路精粹，少林匕首，嵩山少林武术基本功，少林武术，少林拳谱等众多书籍。1998年被评为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先进个人，历任少林武术协会理事、中国嵩山少林国际拳法总会副会长等职。少林寺现任方丈释永信大师评价说，他整理的套路 皆以从师所学，一丝未改师父所授之招式，实在令人高兴。为了把少林正宗武术发扬光大，刘振海老师把他毕生所学传于其子释延慈及得意弟子，由他们讲解示范，汇集成正宗少林武术系列教学片，供广大武术爱好者学习、演练和收藏。
下面进行动作分解。第一式，通姿摆腹，两脚平行站立，与肩同宽，两手顺两侧上举，吸气，双掌合对，下放置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二式，双腿掌，踢左转九十度，左脚向前上一小步，屈膝成左弓步，同时双掌向两侧绕行，向前推出，两眼平视前方。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双腿掌的实战应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双腿掌如对方突如向我进攻，我用双手将对方来势隔开，随后双掌向前推出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三式，抱拳束身，左脚回收半步，然后屈膝下蹲成左虚步，同时双掌向前抓握，回收至胸前，拳心朝里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抱拳束身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如对方突如向我进攻，我首先先抓握对方手背，随后手往外翻，将对方手往外撇，随后手部回拉下压，将对方擒获，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个抓手，首先对方这个手背啊，用这个大拇指扣住对方这个手背，四指抓握对方手心，最后向里向对方的手，一般的啊，抓住对方的左手，向左方外撇，他这个大拇指头主要是这个大拇指头，这个大拇指用力是对方的这个关节手指，这个对方就会听你指挥，让他上哪儿上哪儿，让他向左向左，所以用这个回拉外撇，首先先将对方手腕手指，最后下拉，第四式三扎拳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屈膝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向前抓握成拳，收回腰间，右手上举向左侧下砸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右拳变掌向前抓握成拳，收回腰间，左拳上举向右侧下砸，随后左脚再向前一步，屈膝成左弓步，左拳变掌向前抓握，收回腰间，右拳上举向左侧下砸，目视前下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三扎拳的实战应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若对方用单拳向我袭击，我用左手抓握对方手腕，
随后右手下在对方肘部，紧接对方向后撤步，再用右拳向我袭击，我紧接上步，右手抓握对方肘弯，用左肘下在对方肘部，对方再往后退，继续向我攻击，我用左手继续抓握对方手腕下砸，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个抓腕首先是对方从拳过来，这个左手迅速抓起手腕，这个抓腕是一般人来说首先要下拧，为什么要下拧这个动作，你拧的时候对方这个肩部手指，手指的时候对方这个臂是直的，随后用这个肘砸向对方这个肘部，它呢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。如果你不拧的情况下下砸，对方这个可以屈臂，你这个砸起不到一定的效果，所以你这个一拧把这个对方这个背啊一拧拧直，肩部手足他就不能面向后方，无法再进行攻击，最后用这个肘部再砸击。再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第五式双云顶，将身直立，两脚并拢并震脚，最后双拳变掌在头顶旋转一圈，收回胸前，目似右踩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双云顶的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如对方用直拳向我头部袭击，我首先将对方手臂夹起，用右手托住对方肘部，随后向左下旋拧将对方擒姿，所以这个运手是由右至左，由上向下下翻。好，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六式骑行，左脚与右脚靠拢，脚尖点地，两腿屈膝，下蹲成半蹲状，同时双拳内旋外冲，左拳置于右拳拳腕处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再演示一遍。下面把骑行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如果对方与对方交战，对方用拳向我攻击，我可以首先将对方的拳双拳下压，为什么要下压呢，首先将对方这个拳给压下去，随后近身，因为他这个进攻的时候比较直接，把对方给推打出去，还起到一点，他这个拳攻击的时候首先下压，他可以随便灵活运用，上面可以击打，下面可以放，手虽然在一块，但在运用当中它比较灵活，有时候这个它可以上步推，也可以上步击打，这个用法非常可以灵活多变，这个左砍右砍都可以，但在这个大红拳里边它主要起到一个推的作用。好，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七式单边，
左脚向左迈步，其左转九十度，呈左晃能步，同时双拳挥手胸前，向两侧承击，模式左前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单边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单边如对方刚才讲到起型和上个动作连贯起来，如对方背后向我袭击，我首先撤步靠近对方身体，我这个下肢呢身体正好下移，对方的拳可以绕过自己的头顶，出左拳向对方的腹部击打。这个两拳为什么要向两侧承击？这个拳主要是防止刚才与敌时这边的敌人进攻啊，这个两头可以两头控制这边的敌人，这边可以进行击打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八式怀中抱月，左脚回手半步，两腿屈于下臀呈左虚步，同时双拳下摆上绕置于胸前，两拳棱相对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怀中抱月的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如对方想攻击我下盘，我首先先收步，最后用两拳向对方太阳穴击打，这主要起到一个夹击的作用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九式看手，将身上起，两拳变两掌，两掌合对，随后左脚向前上步，屈膝成弓步，两掌上举下砸，目视前下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看手的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和上式紧密相连，刚才击了对方太阳穴之后，迅速将脚抬起脱离对方双手，用双掌击向对方颈部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式起手炮，右脚与左脚并拢，同时左掌在前，右掌变拳向左掌心击打，目视前下。给大家再演示一遍。下面把起手炮的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一般的在与敌交手时，一个可以起到连贯进攻的作用，先用这个手背击打对方的下云部，随后用这个右拳紧接连贯进攻。第二种，如果对方向我进攻，首先我想将对方的肋拳给化开，随后上步这个击打对方的下阴部。给大家演练一遍。
第十一式胆叉，左腿直立，右腿屈膝提起，同时右脚跳踏左脚处，屈膝前蹲，左脚向左支撑，呈胆叉式。右拳变掌，向前抓握，左掌下按，右拳收回腰间，目视前下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胆叉的实战应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如对方突如向我进攻，我首先用右手抓起对方手臂，同时右脚踢打对方腿腕，随后右脚落步，左脚向对方身后，上一步用左掌压按对方肘部下压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二式二踢脚，将身上起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脚向上提起，右腿直立，左脚尖向下，脚面绷紧，右拳变掌向右脚面击打，两拳抱于腰间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再演示一遍。下面把二踢脚的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紧接上式，如果对方遇向我回来，我首先先将对方来势给化开，随后左脚向对方下部踢也行，或腋下踢击也行，踢了之后这个右脚迅速跟上踢击对方裆部，右手变掌向对方咽喉插击，等于是攻下打上同时进行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三式坐三，右脚落步之后跳踏左脚处，左脚向左跨步，两腿屈膝下蹲呈马步，同时两拳在胸前环绕，右拳上架头顶，左拳下载至左腿面上，目视左侧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坐三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是主要是一个防守作用，如对方用拳向我击打，他首先将对方的拳势化开，随后对方用右拳顺势向我击打，我这个在胸前环绕主要起到一个外格作用，这个跳步主要是击打对方这个迎面骨，这个对方撤步，随即我跳步紧跟，这个对方如果向我上步击打时，我右手上架，左手主要是防御也可以进攻。把实战动作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四式三红收，首先身体左移，用双拳向左前冲击，目视前方，踢右转180度，右脚呈右功能步，双拳向右方冲击，目视右前方，再左转180度，左腿屈膝呈左弓步，
用拳向前冲击，母是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三攻手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左右有三下，这个前后轰。首先先讲第一下，第一下首先是对方徒手向我进攻，我首先先将身体下蹲，随后前移，用双拳击向对方腹部丹田部位。这个首先是左拳在前，右拳在后。这个左拳如果在不同时进攻的时候，也可以起到一个上架下打。但是这个空手在打红拳里边，它起到一个同时向前冲击，一个下身向前冲击的作用。这个后边这个动作是连贯三重，一个主要是防止后边进攻，它主要是同一个道理，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，把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。第十五式迎面杀，右脚与左脚并拢，身体下蹲，同时右拳变掌向地抓握，最后两脚起跳，右脚跳到左脚处，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功能步，右拳变掌向前抛杀，掌心朝前，拇指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迎面杀给大家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一般在生活当中它的使用比较广，如果对方向自己猛攻过来的时候，首先一个蹲身，用手在地上抓握抓东西，这个地上不管是石头或者沙子或者土都可以顺势抓一把，迅速起身捡起石头，首先将手扬起，然后迅速跟步，首先是将捡起这个东西或者物品可以砸向对方这个头部，如果这个下面没有东西，你可以做一个幌子来吓对方，用这个掌可以击拍对方这个头部或者颈部。这个动作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六式左盘肘，身向后转，右腿变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掌变拳上架头顶，左肘向前顶出，左拳置于胸口处，拇指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左扳肘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紧接上式，他这个如果对方从后方向我袭击，他这个用拳向我击来时，我首先右手上架将对方这个来势给化开。这个为什么要上架啊？本来身体下蹲就可以防止对方的拳，他这个拳在下落的时候可以击打自己的头部，所以说要上架。上架的同时，这个步子这个身体要靠近对方，此时对方的右来步他已经敞开，顺势用这个右肘横击对方这个软来部位。实战应用给大家，连贯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七式右盘肘，身向后转，左脚抬起脊椎，同时左拳上架头顶，右拳置于胸口处，右肘由右向左横击，拇指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
下面把右翻手的实战也有给大家讲解一下，在于对方这个脚术是对方用那个右拍拳或者左拍拳向我击打时，首先我身体下蹲，随后身体前移靠近对方身体，首先的这个空档亮给我之后，我用这个右肘向对方这个空档部位击打。如果对方用直拳向我击打，我首先用左手将对方来时划开，用右肘攻击对方。给大家连贯演示一遍。用直拳再来一遍。第十八式，一拳一枪。身向后转，其右转180度，右拳向正前方击打，随后左右向前上一步，左拳变掌向前刺激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一拳一枪实战应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紧接上式，我如果攻击了前方对手，后方有人向我袭击，我随后转踢向对方面部击打，对方随后将我来拳划开，我左脚向前上步靠近对方身体，左手抢击对方咽喉，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九式，回头望月，左脚跳于右脚处，右脚向右跨步成横裆步，同时双手在胸前环绕，右手架于头顶，左手置于左胯处，目视左后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回头望月实战应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如果敌对双方，对方向我攻击，我首先起到一个防守，首先对方向我攻击，我先将对方这个拳给划去，随后他继续进攻，我继续划去对方来时，之后我向后撤步与对方拉开距离进行观望，这主要是一个败势，防守之后防止对方继续进攻，我做一个向后撤步，防止对方怎样进攻可以应对，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好，下面连贯给大家示范一遍。第二十式，三重肘，将身上起，右脚跳至左脚处，两腿交换，仍成右弓步，同时右肘向前冲击，左手置于右拳面上，目视前方，紧接两脚再交换，左肘向前冲击，右掌置于左拳面上，这样一动作连续做三遍。这个第三式又回到第一式，和第一个动作是一致的，所以这三个动作三个重肘，首先是这个两脚一交换，跳步是两脚的交换，这个两脚仍在同一个位置，这个重肘是右后向前冲击，左肘也是一样，首先这个手首先收回，随后向前冲击，连续做三遍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三重肘实战应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三重肘和上一个动作连贯起来，
刀不自控，如果对方又来进攻，首先我可以将对方来势给化开，首先用那个左手向外画弧，把对方这个来势给化开，随后两脚交换，靠近对方身体，用这个肘部击打对方胸部。如果将对方击退之后，对方用右拳仍向我击打，我这个可以继续把对方这个来势给化开，这个两脚交换，又靠近对方身体，我可以用这个左肘击打对方这个胸部。这第三个也是退步之后，他仍继续进攻，所以这三个冲肘主要是起到一个化来势进攻，以守为攻，起到这样一个作用。下面把连贯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二十一式虚步束身，踢左转180度，左脚回收，身体下蹲成左虚步，同时右拳向后向上虚肘下砸，置于右肩处，左手置于左腿面上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虚步束身的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和上一个动作紧密相连，如果对方从后面向我腰部袭击，我这个我首先身体后移，后移之后我迅速身体前移，抓住对方脖颈后拉，将对方拉至身前，随后我用这个右肘下砸对方后心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2式双分掌，左脚向前上一小步，屈膝成左弓步，同时双拳变掌，由两腮向内向外分割，掌背相对，掌心朝外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双分掌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进阶上式，如果对方用双重拳向我击打时，随后我左脚上步，我这个双拳变掌，由内向外将对方来势隔开。他这个主要是首先这个双手为什么向外隔呢？主要是对方这个拳势比较猛，这个从中间把对方这个力量给分解开，主要起到这样一个作用。进攻的时候靠身可以进行推，也可以进行推，也可以进行打，所以一是起到一个防守，二是进攻的时候可以灵活运用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3式掏心锤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同时右掌变拳抓握手腰间向前冲击，左掌置于右肘弯处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掏心锤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和上式是紧密相连，如果对方用双重拳向我进攻，我首先先将对方来势给化开，之后迅速两脚交换，我这个右掌变拳将对方这个正心口击打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4式单叉式，首先
又劝扁章在神县抓我，随后两脚交换，右腿屈膝下蹲，左脚伸直成单叉式，右拳收回腰间，左掌下按，目视左下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单叉式的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如果对方突然向我进攻，首先抓住对方手臂，迅速两脚交换，左脚倒插对方这个腿弯处，这样可以控制对方这个腿弯，可以将对方这个膝盖下跪，这个左手下压对方肘部，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5式膝伸腿张，伸向前移，左腿屈膝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在前抓握成拳，收回腰间，右拳变掌向前推出，目视前方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膝伸腿张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如果对方用直拳向我击打，先拦住对方这个拳势，回拉之后，我用右掌向对方这个胸部击打，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6式转身腿左掌，伸向后转，右腿屈膝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掌在前抓握成拳，收回腰间，左掌向前推出，目视前方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转身腿掌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如果对方从背后袭击时，我首先转身先将对方来势给隔开，随后这个左掌迅速向前推移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7式推右掌，下肢不动，左掌扁拳收回腰间，右掌向前推出，目视前方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个推右掌它主要起到一个连贯进攻作用，和上个动作是紧密啊，它是连贯动作。讲解的时候我们把它分解开，这个转身的时候先将对方来势给化开，这个两掌连续进攻主要起到一个连贯，这个伤对方伤的更重，这个一掌推不到对方的时候，这个右掌迅速再上，主要是一个连贯动作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推掌要快要有力。第28式鹞子钻林，右掌扁拳，左掌置于右拳面上，随后右脚向后撤步，左腿屈屈拳尊，身体右转90度成瀑布，随后身向前移，右腿屈膝成右弓步，同时右肘向前方冲击，目视右前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
把钥匙攥领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如果对方从背后袭击，我首先将身体下扑，这个下扑一方面是防御对方来拳，另一方面可以参击对方这个下盘，最后这个身体前移主要起到一个进攻，这个用肘部向对方击打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9式，起身单踢，将身上起，左右根部，随后右腿支撑，左脚向前弹踢，上身不动，拇指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起身单踢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和上一个动作紧密相连，当我进攻了对方之后，将对方击退，这时候对方离我比较远，所以说我用左腿向对方下引弹踢，起到一个进攻作用，踢对方下引。给大家连贯做一遍。30式外摆脚，左脚向前落地，随后左腿支撑，右脚向上，右左向右摆击，摆击的同时双掌右右向左拍击这个右脚面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这个外摆脚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和钥匙攥领单踢这三个动作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。如果你没有踢到对方下阴部，这个左脚落地之后迅速用这个右摆脚摆击对方面部，主要是起到一个连贯进攻作用。给大家再演示一遍。31式双绝收，右脚落地之后落至左脚处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屈膝成左弓步，同时双拳变掌在胸前，右掌在里向外缠绕抓握成拳，这个抓握之后这个拳缠绕一圈之后，这个右拳在里左拳在外，拇指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双绝收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和前面几个动作基本相连的，基本上是一气呵成。我这个进攻，对方闪身之后向我进攻，当他进攻的时候，我这个手先接住对方这个来拳，用这个右手拍击对方这个肘部，使他打弯，打完之后用这个右腿啊击打对方这个迎面骨，随后啊这一落步，用一个小擒拿手将对方这个给擒住，主要是缺肘，缺对方这个肘部，起到一个缺肘的作用，一个拿手一个拍肘，连贯给大家做一遍。32式云顶打胯虎，身向右移，右脚抬起脊椎成右弓步，同时双手在头顶缠绕一圈，最后双手抓握成拳，右拳在上，左拳在下，是与踢右踩，拇指左后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
动作在大红圈里面起到一个多重作用，学会大红圈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所以说你学会大红圈之后，拿起样样兵器都会玩，这个动作它最能体现出来。首先单刀干手，拿单刀它主要看这个手，大刀看顶手，拿起大刀它也是一个动作，这个双刀一个在腰部一个在上面，所以说它是一个多重动作。你不管是拳也好刀也好，双兵器单兵器拿起来都是这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动作。学会大红拳基本上十八般兵器拿起来样样都会。这个跨步它在大红拳里边主要起到一个多重作用，因为大红拳是基础拳，学会之后在其他拳里边可以灵活的运用到。第33式提手旁，身向左转，左手下压至身前，同时右脚跟至与左脚并拢，右拳背击拍左掌心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，下面把提手旁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动作一般在对方用拳击打，我首先将对方这个拳给压下去之后，用这个右脚跺击对方这个脚面，脚这个前部跺了之后，用这个右手击打对方这个下阴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，34式单叉式，左腿支撑，右腿屈膝提膝，同时右脚跳至左脚处，右腿屈膝前蹲，左腿向左支伸，右拳变掌向前抓握成拳，收回腰间，左掌向按，目视左下。给大家演示一遍，下面把单叉式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一旦自己打对方，对方抓住你的手臂时，你用这个反手擒拿将对方这个反擒过来之后啊，你用这个手用这个左掌压起对方肘部，你用这个脚可以提及对方这个干腿啊，这个膝盖这个部位，落步之后可以迅速下压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，第35式二踢脚，将身上起，右脚向左前上一步，同时左腿屈膝提起，然后右脚蹬地起跳向上提及，右掌拍击右脚面，目视前方。连贯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，下面把二踢脚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一般这个二踢脚左脚起来一般起到一个弹踢，右脚也起到一个弹踢，但左脚和右脚弹踢不一样，右脚主要是和这个右手同时击拍的时候，主要是一个上墙下踢同时进攻。如果对方向我进攻，我首先先抓起对方手臂，用这个左脚踢击对方，迅速左脚一落，右脚迅速一踢，踢击对方这个下阴部，用这个左手回拦，右手上身击打对方这个后部，主要起到一个连环进攻作用。给大家演示一遍，36式无花，右脚抬起之后落至左脚处，左脚向左跨步，同时双手在胸前缠绕花虎，至于踢两踩，目视前方。给大家演示一遍，
下面把无华试用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无华主要起到一个防护作用，主要护体不上身穴位。如果进攻了之后对方连续进攻，哎，这个双手外拨护体，对方朝自己的上部或胸部击打时，可以把对方全身化开，主要是起到一个护上身作用。在身前环绕，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37式，坐三，体右转90度，两腿屈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左手在至左腿面上，右手上架头顶，目视左侧，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把坐三实战运用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它这个和无花是一样，首先是防护，这个下载主要是对方向腰部击打，起到一个下格，所以在这里边下载腿面上，由里向外摆。这个上档主要是用在对方由上向下打击打自己头部的时候，所以说右手上格，左手下载。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38式童子拜佛，将人上起，右脚与左脚并拢成立正式，同时双拳变掌，顺体两腮上绕，置于胸前，掌心相对。这个动作在回收时，首先起到一个吸气呼气，气运丹田，和刚开始一样。在上去的时候，它起到一个吸，双掌合在一起，相对下落时要呼气。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少林丝路大通拳分解教学和实战教学教学完毕，下面整体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